沙滩上迎着朝阳，去领略海边的无限风景。那说到潜水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海底看美丽的热带鱼，而在蜈支洲岛，你还可以种植珊瑚，通过认领的方式将属于自己的珊瑚宝宝种植在海底。潜入水底，您会看到一株株珊瑚生长在铁架之上。这个特殊的育苗场是科研人员精心设计的珊瑚温床，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的珊瑚礁，不仅外观美丽，形态各异，还担当着海底宝藏库的作用。我们每次都会有专门的人去下面巡查嘛，发现那些停止生长的或者有些脱落的一些珊瑚宝宝的话，就会对它进行替换。早上8点，这家店已经坐满了食客，一人一碗粉，嗦出了幸福的味道。伴随着我们的爱情，因为我跟我老公，我们真的就是认识，然后我们谈恋爱、结婚，生两个孩子，只要是有空，我们家人都会来这吃，全家老老少少都来这吃。遍地开花的老爸茶，每一家都有独门杀手锏。像这家店，单凭一张烙饼就享誉一方。您看这盘烙饼呢，是这个店里的特色，我也是排了5-6分钟的队才买到的。然后有空都会来。难受啊！不来心里就难受啊？为什么心里难受？这么说，这种牵挂也不算是难受，真的是骨髓里面的家乡的味道，记忆中的那种传承。